爸妈这慢性子啊，肉菜都急回家做饭了。好家伙，这哪是修空调啊，拿个锅都能炒菜了。真的好无语，真的好无语。幸亏你家里就两台车呀，要不你还不得把小区门堵死啊。因为爸爸经常用各种肢体动作跟宝宝互动，他那个动作也经常在他面前做，那天晚上碰巧宝宝也学着他一起做，所以当时觉得蛮好笑的，就把他录下来了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从小内卷的宝宝爱运动。一二走你们那地方换锁挺贵吧？感觉比你的命都值钱。你是专业从事健美健身这一块的，1米5多，40多公斤，但只是因为脂肪比较少，所以显得肌肉块比较大。因为我老公的视角比较直男，然后拍的我就是视觉效果可能比较震撼吧。网友就调侃嘛，光儿子没有叛逆期，老公也没有。你可别说叛逆期了，你老公啊，怕是连更年期都不敢有。